我感应到你了，猿猴行者。 已经超出范围了。哦，新来的。 工作给你，你的背力够强啊！
好看的鞋子，你死后可以给我吗？他锁住了，快滚吧！哼，我以为你会有更多肉。你身上好多武器，你拿到罪孽石了吗？这里听说你之前是约侯行者，这怎么可能？你的牙齿卖多少钱？他锁住了。再见，如果你没死的话。喂，这里有只活的，别找麻烦，麻烦就不会找上你。只要东西没坏，我都收。我一直都在这里，除非我不在。这里的商品最优。我的商品是由顶尖工匠精心打造，绝对是最上等的商品。既然可以飞，干嘛用脚走？
中介者从其他国度拿到了一箱奇怪的武器，来看看这些武器能不能成为我们置业的助力。黑暗祝福你，我们会再见面的。主人的确说过要问每个人。
我离得太远了。你是来帮忙还是来搞破坏的？你被吃掉后，那双漂亮的鞋子就是我的了。已经超出范围了。再靠近一点，老板派你来的，你要小心，因为干旱，这里变得更危险了。
猿猴变得越来越大了，是你干的好事吗？英雄，哼，他们哪里知道民间疾苦？就算牺牲别人的左眼，我也想亲眼看看你见过的国度。这场干旱会要了我们的命。能得到你的注意，我非常荣幸。我在听，请说。期待你再度光临。Thank you.
朋友，说说你需要什么吧。我的容器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？这个地方有无穷的机会。凡人，你好。希望你找到。各种商品都有。下次见。你会留下什么成果？树枝的额茧快要失控了，你能不能找个方法爬上树梢把茧带回来？
我离得太远了。已经超出范围了，还没准备好。我需要再靠近一点。我已经超出范围了。
森林滋养万物。狩猎愉快，为了女王和灵帝。你好啊，女王祝福你。想听首振奋精神的歌吗？现在没有目标。需要我的帮忙吗？我们后会有期。
需要再靠近一点。想听首振奋精神的歌吗？吟唱心灵的歌曲。
现在没有目标。很高兴能帮你忙。我放到哪去了？我能帮你什么吗？遵照女王的意志。现在没有目标。
我需要目标。Yeah.
我有很多很多商品。再会啦，古罗马的朋友。我离得太远了。
我已经超出范围了。待会儿要来制作什么呢？欢迎来到旷野，保重哦。我回应了狩猎的呼唤。各种商品都有，感谢惠顾。